和高中女神成了同事。你咋不呢？还没到，我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让你三点给我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？可是表哥，你也没给我发过来呀、啊。我不给你发，你就不会找呗？啊，找那手干啥去？那你上班你当大爷来了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多。王浩东对吧？我记得你。